球再加上三种的变化球的话，其实它的一个一个直球进来的话，打者都没有得到。日本产经新闻报道，日本职棒阪神虎队对台湾左投古彦清有很高评价。阪神监督金本直宪已展开明年球季的补强动作，先发左投的补强目标就是吕彦清，双方已进入积极交涉中。认为吕彦清投球形态类似横滨左投金永生态，协调性好，也很有魅力。金永胜今年中央联盟投出11胜，吕彦清今年才21岁，是目前台湾业余最佳左投。在刚结束的台北亚锦赛冠军战，先发对日本投4.2局，交出6次3振，球速也吹到148公里。当时日媒就报道，西武、阪神、乐天及欧力士都在观察他。吕中心综合报道。